这些全部都是野猪干的，姐，看嘛，这全部是野猪干的，可。 姐，看嘛，姐，全是野猪干的，哥。这是过往的，他这那个最后下来，那是个病的残渣，我把它吃掉，它先走回下来一会儿，它直接送上去。啊，这野猪公的，哦，它今晚不来，明晚来，明晚不来，后晚就来，隔三差五它也可以来。这是一群一群的，八个都有五路头。这菜呢，主要昨晚些，昨晚些来的。 昨晚来的那个土豆丝丝的，哎，大约嘛，一八斤左右还是有咯。好好，那到处是啊。最近这个月子内这个野猪到处跑，以前嘛，它有吃的嘛，它是固定的咯，它把这些顶完上去，就才到别处去。它现在没草都吃的了哈，它就到处跑了。 来保护过后嘛，那些农民嘛不敢打野猪了，有时保护动物噻，这些都不敢嘛，那个野猪就成群了。那就说通过晚上下雨过后嘛哈，它就出来了。说我这个田是一亩，吃了肯定有三分之一。反正嘛，这边里有一条有这么长条野猪，那个嘛像狗小牛蹄子那么大。哎呀，还跑不到你住一个。 我是住在那山上的，我是天晴才下来，下雨一般不下。他一个人还是也是不敢。有点害怕，有时走在山里，有时下雨的时候，看见啥子鸟啊，啥子动啊，我一怕是野猪了，我也害怕了。那个道上嘛，这长坡道上，我随时都那个。 那几天晚上嘛就放的喇叭，那些老乡吃了谷子，吃苞谷就放的那个喇叭放起的晚上就。管用不？他就管起他们，一不放嘛，他又搞起来的了。我今年也有嘛，也有嘛，那些磨得尖了，那么严重。我们那些田坑那些谷子田坑都是，都上了机器打的，我啥子好讲义的，最后都嘛把它打到，整到机械，再把它整得到了，再整得多了，把它。